近日，网上车市获取到一组奔驰全新 GLC 的实拍图。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718毫米、1890毫米、1640毫米，轴距为2888毫米。新车前脸梯形的中网采用了黑色的边框，内部带有镀铬的三叉星纹理，两侧的前大灯采用开眼角的造型，下包围采用了 AMG 的运动套件设计，侧面则采用了简约的柔和腰线设计，下方轮毂采用了多幅的造型，车尾的设计有些简洁，后包围带有镀铬的点缀。内饰方面，新车配有 12.3 英寸全液晶仪表加略微倾斜驾驶位的 11.9 英寸的中控屏幕。动力上，新车搭载 2.0T 发动机匹配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，匹配9速手自一体变速箱。